这个是那个朱小海朱大哥，嗯，完了王晶王大姐，嗯，好，你好，先第一面想咋样？可能感觉一般吧。瞅子瘦也个儿也小。两人的第一面虽然对彼此的眼缘都很一般，但是大哥大姐还是觉得眼缘只是一方面，还是得了解了解彼此的情况再做决定。你哪年生人呢？我59年。啊，那咱俩我也是59年。你俩同岁班的班，你俩是？嗯。现在我有个儿子在北京。结没结婚呢？结婚了。啊，嗯，是三多岁我儿子。我是一个女儿，哦，嗯，也搁外地，也得三十岁了，嗯，毛岁四十了吧，嗯，我闺女孩子都要上中，都中初三了，现在过年考高中，嗯，嗯，对，那正常的嘛，是吧？嗯，他这个姐还行，这样还行，有孩子，他要是没结婚的，那负担重呗，喝不喝酒啊？不喝酒。就是十来人了，说烟雾烟雾，喝半瓶啤酒，就没有人情况下是一口不喝。大姐是不想找一个喝酒的，是不是？嗯。大姐是爱人，就是原来总是喝酒，是不是？嗯、我不是说我不喝，我天生就不能喝酒。啊、嗯。我喝一口酒脸通红、嗯，就充血的那意思。啊，就有的人酒过敏那种。嗯、就过敏。这还行，就我家那人喝酒啊，所以就有点儿。就像恐惧了似的，你知道不？你是怕他喝多？嗯，喝酒多少都是在喝酒上失态，你知道吗？嗯。对于喝酒的问题上，王大姐很满意朱大哥的回答。紧接着，她也说出了她和母亲一起住，想看一看朱大哥介不介意。跟母亲搁一块儿。哦。嗯。母亲。91了。哦，这就用照顾母亲呗。嗯嗯。哦。要是就是说想找个另一半的话，母亲那边的话，大姐怎么？就我姐跟我弟弟，他们俩那啥，就轮班呗。能轮班一起轮班吃，嗯嗯。那张妈都挺正常的。瞅那样还瞅那样性格好行，嗯。反正挺老实的，嗯，管吃事，嗯。就是处的话，你咱也不能说马上就成家这那的。不得了解这段，那这真正成家了，那是另一码事儿，是不是？那如果说大姐在，比如说你俩成完家以后，她要是比如说过段时间回去照顾母亲一段时间，这也能接受？那也可以，适当的。你要说真，始终在妈家，那不就失去意义了吗？是不是？啊，就是还是适当的。像先看看妈妈，待个3天5天，那也挺正常的。你看看。虽然开始的时候眼缘不太过关，但通过了解，明显两个人都拉近了不少的距离。可就在这时，王大姐发现了一样东西，就是因为它让王大姐一改常态。那究竟是什么呢？广告之后相亲了解。朱大哥对于王大姐的性格很满意，王大姐对于不喝酒的朱大哥也很过关。正当两人聊得正好的时候，王大姐发现了放在角落里的音响。耶，你这是音响。广场音响，拿广场跳舞的，有时候拿。啊，你就喜欢的跳广场舞啥的，嗯，喜欢唱歌跳舞啊，嗯，不消磨时间呗。啊，唱歌咋样啊？唱歌也是就一般话。跳点舞啥的，大姐介意？跳广场舞还可以吧？嗯，跳广场舞还行，都锻炼身体嘛。要是跳交谊舞啥，不怎么喜欢，挺反感。就是闲着实在没事儿玩玩，有正经事儿，咱还干正经事儿吗？就是说业余时间得会那啥，让你成天搁这楼上一待，不待傻了吗？是那个意思。对爱好，他跳舞我不怎么喜欢。嗯嗯，咋了呀？跳交谊舞那个人，我觉得好像是不是那么太那啥？那肯定他外边得有人这样人。有啥人啊？就是。他不是感情专一那种人，咋说呢？一看就是。你这个跳跳舞啥的，他也说打发时间就是。是，他说都得那么说，那怎么说？刚才就是跟大哥姐了解了一下，就是对于跳舞这方面可能是比较有点顾虑，是不是？哦、嗯。
这跳舞这方面吧，不是绝对的说非得不跳不行，这无所谓的事儿。我自己生活，那我说没有啥事的情况下，我肯定得玩一玩，就自己打发打发自己时间。但是就跟他结合了，假如说跟你结合了，那我能成天去玩玩那玩意儿？不可能的事儿。你让我去，我也不一定能去。说那意思。嗯。那姐。为啥呢？你听大哥这么说，啊，你听大哥说这么说完，还觉得有点介意啊？介意的点是啥呢？啊，介意的点是啥呢？就是你不爱好那个吧，就对那个就有点反感。就是跳舞，人就不怎么太喜欢。要是以后不跳了呢？这玩意吧，也不能说以后跳不跳，这玩意就跟打麻将一样，他都干，他啥玩意玩习惯了，他有瘾的，戒不掉。像打麻将那个，你看那钥匙扯着钥匙扯着，他说他不玩，他个个都控制不了。一旦你学会了，都不好戒。酒烟，但是他跟跳舞两码事，跳舞可能戒，那烟。你说跳舞，你说跳舞要戒能戒 啊？能戒，但是你抽烟喝酒不好戒。嗯，他这人好像不太好接触，瞅那样。嗯，咬的啥事儿不放的意思，好像是有点感觉。你真就是啥呢？你不爱好这个东西也行，但你不能，你不烦这个东西。跟你说，就假如说这个东西我不愿意吃，我可以说我不烦，你别吃，愿意吃你吃，这可以，是不是？他这有点人。但我烦这东西，都你得烦对方面，这好像那个太自私的那个。跳舞他不行，咋为啥不行呢？就不喜欢跳舞，跳舞的男的我觉得好少。那你不能一竿子都打死没有。